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星期一早上你量体温了吗？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哦，政府呢颁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法令，那目前在实施的呢就是我们的阻断措施 Circuit Breakers。 那阻断措施呢肯定会在我们的这生活上造成一定的不便，甚至有一些影响，不过我们还是要积极乐观的面对，因为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够阻断疫情的扩散。尤其呢是年纪大的朋友哦，因为是属于高风险族群，所以没有必要不要出门，就算呢要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的话，也可以请亲朋戚友来代劳。记得为我们好好照顾你自己，为我们留在家里。那可能你会说留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呢？快点告诉所有的朋友，早上十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运动煮营养餐。准备好了的话马上开始。运动这件事，生活少不了的事。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我们今天有两位新同学哦，我们跟他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洪慧芳。大家好，我是陈天文。好，在做运动开始前，我们先调整一下坐姿，来，两只脚跟肩膀一样宽。好，屁股呢坐在椅子的一半，身体打直，手往后转一圈，下压放松，下巴往下收。眼睛往前看。好，因为呢最近的运动很多人呢会有同手同脚的问题，所以来今天教大家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首先来，我们先做踏步的动作，来把右脚举起来，左手伸起来。好，做踏步，来，一，二。但是很多人在做这个踏步的时候会同手同脚，所以今天要教你怎么样避免这样的问题跟改善这样的问题。好，你有看到在做踏步的时候有一个节奏，对不对？这样叫一、二、三、四。但是每一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好，教你们怎么分开来哦。来，现在首先不要动它，放下来，手扶椅子。好，只做脚，两只脚算一下，这样叫一、二，算一只脚就好啊。三、四，好，先习惯自己的节奏。六、七、八、九、十，好，停下来，换你的手拿起来，好，做摆动的动作，一样，两只手甩叫一下，来，一、二、三。为什么会同手同脚？是因为有时候你的脚动作太大，手太小了，就会变成有同手同脚的问题。所以注意看哦，手怎么摆，手拿起来到你的肩膀这个地方，摆下来在腰部的地方。两边的角度要一样，继续哦，很好，做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放下来，再做一次脚，手扶椅子，记得两只脚算一下，抓节奏哦，一、二。如果你是右撇子的人，你可以算右脚，可是你是左撇子，算左脚也没关系，抓到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很好，两只脚算一下，六、七、八、九，好，来，脚不动，手而已，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来，手脚一起加起来，来，一、二、三。第一次在做这个感觉可能会不熟悉哦，没有关系，慢慢来抓感觉，很好，记得哦，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同手同脚哦，记得不可以同手同脚，加油，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放下来，挑战大家一下，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举个例子来说，当我说脚的时候，你就把手扶住你的椅子，只有做脚的部分哦。好，当我说手，就只有手，脚不可以动。当我说一起的时候，就一起动，可以吗？教你怎么控制哦。来，准备，好，来，先把踏步做起来，一、二。三，加油，四、五、六，抓这个节奏哦，用自己的节奏，很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来，只有脚，一、二、三、四。最好的话是把声音数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节拍上面哦。很好，再来，三、二，只有手，一、二、三。四，很多的人在做这个动作啊，都会不知道怎么样改善这个同手同脚的问题。今天老师就教你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你哦。
很好，好来，手脚配合，准备，一起，一、二、三，尤其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难去适应它，但慢慢来，不要急，很好。这是最常做错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来讲第二个动作哦。来，首先扶住你的椅子，把你的脚踢出来，用脚跟，好，放回来，换另外一只脚，回来，但特别注意哦，是脚跟踢出去之后回到原本的位置，而不是做这个动作，这样就错了。OK， 好，来，我们先就坐脚先，来准备，一、二，这个就变成一只脚一下喽。跟刚刚踏步不太一样，老师会整理出这两个动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动作最容易搞混啊！加油，很好，好，来，现在请你把手拿起来，脚不动，像你在打拳击一样，推出来，回来，推出来，回来，好，一起做，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手脚一起推出来，不同手不同脚，回来，换边，回来，好，自己注意动作对不对哦？来，开始，一、二、三、四，加油，五，记得可以用自己的速度，没有关系哦，吼，很好，记得运动啊，它要量力而为啊，很好，加油，记得要确认自己的动作有没有同手同脚哦。来，做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放下来。我们从踏步再来做一次。来，准备，手扶椅子，先做脚的部分。来，开始，一、二、三，记得在做这个动作，背要打直哦。好，去记住这个角度跟这样的动作，还有这样的节奏，很好。来，最后五个，五、四、三。二，来，只用手，一、二、三、四、五、六，记得摆动的时候肩膀放轻松哦，不要太僵硬哦，加油，去确认两边的摆动大小有没有一样哦，不要一边大一边小，这样就错了哦。好，来，手脚一起，来，一、二、三、四，会比较建议哦，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记得可以穿袜子或穿鞋子哦，不然你的脚会直接碰到地板，其实对脚底板不是很好哦。吼，加油，很好。那准备做踢腿的动作喽，最后五个，五、四、三、二，好，只有脚，来，手扶椅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加油，八、九、十。十一，自己抓自己的节奏哦，很好。好，来，准备要换手，最后三个，三、二、一，只有手，一、二、三、四、五、六，很好。记得把动作做完整哦，动作做大一点没关系。记得哦，自己抓自己的节奏跟感觉哦。好，来，准备，把手脚加进来哦。来，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来，把手打开来。好，手打开来，身体挺直，我们做深呼吸的动作，来，吸气，好，要配合你的手哦，来，吐气。今天教你们怎么样去避免同手同脚的问题。第二次吸气，只要多多的练习，这个动作就会慢慢的被你越来越熟悉了。最后一次，最慢的速度吸气，很好，慢慢的吐气。哇哦，希望你今天有学到东西，你做得很棒，给自己个掌声鼓励鼓励。哇哦，真的是不错不错。其实看到大家一起做运动哦，感觉呢就很开心，因为家里要活得健康嘛。那你看我们现在，哎，大家站出来呢，也已经有那个非常良好的习惯，都会保持这个距离哦。那我们要问我们的两位艺人，今天呢运动了吗？感觉如何？平时我都有一点运动，所以这个难不倒我。同你哋讲哦，而家运动场全部都闩晒啦，你哋唔好落楼下。不过唔紧要，喺屋企同我哋一起做运动啊。基本上呢，今天的运动呢都是比较容易，而且比较简单的，但是呢是要训练我们的脑袋平衡，让我们的走路会比较稳。
跟人讲吼，全新加坡的 stadium 即久已经关了吼，做是咱运动咧，会记得逐早起十点开电视机看我人，我人教你安怎运动。哎，那老师今天做的这个运动嘛，感觉上好像都在训练同手同脚，不要让大家同手同脚。是，因为大部分的年长者在运动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去避免跟改善这样的问题。那在运动的时候，同手同脚呢，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走路的时候，你把右脚踩出来，对不对？身体会往这边偏。可是如果你手也甩出去，这个重心就会开始变得很不稳，所以就会有晃动的问题。所以当你右脚踩出来，左手伸出来，重心就稳了。所以不同手不同脚很重要咯。哦，所以就是保持平衡啦，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下，记得要多喝水， OK？ 节目回来呢，我们有更精彩的。与民防疫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事，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除了有我们向云姐跟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民生问题之外，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哦，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环境及水源部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轩部长。你好。你好许部长。你好。是，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想就是通过部长嘛，多了解一些跟我们这新冠病毒的一些措施相关的资讯。那最近呢我们大家都在经历着的就是我们的阻断措施 Circuit Breaker。其实这阻断措施的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是一个月呢，部长？我们为了要遏制这冠状病毒的社区传播，所以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决定呢实施这个阻断措施，更严格的确保安全距离。这些措施呢是要针对减少公众在公共和私人场所的聚集和接触，所以根据这个病毒14天的潜伏期，所以政府呢就决定把这个阻断措施定为28天，就是从4月7日到5月4日。是，其实呢很多人现在都待在家里嘛，那当然我们说到这刚刚部长也提到阻断措施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这安全距离大家都一定要遵守。那部长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看大家应该是理解说要对抗这个疫情是人人有责，只有当每个人都很认真地看待这个阻断措施和保持安全距离，我们才可以成功的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而且呢是希望呢是最大的程度来降低这个病毒在社区扩散的风险。是，其实收到这些所谓的资讯的朋友啊，对于这个安全距离的这个措施都一直都紧紧的在跟随着。是，那现在坊间哦，就是外面很多人也在讲说哦，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会被抓，然后被罚款。教练姐有没有听到这样？对啊，听说要罚几百块钱300块钱，我觉得罚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已经派出了我们的安全距离大使还有执法人员到全岛各地去提醒，还有就是确保公众要遵守这个安全距离措施。如果没有遵守的话，这样我们的执法人员就可以立即的记下这个违例者的个人资料，触防者就会被罚款300元，好像你刚才说。如果是重防者呢，处于更高额的罚款，甚至呢会被控上法庭，这是保护国人公众的人的安全和健康，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故。新加坡人可能就是这样啊，你不罚可能他们不会听，是吗？是呀。那当然，安全距离的这个呢，也开始呢起在别的地方的一些作用，包括我们说现在哦，如果你说你走出家里去买东西的话，我们已经开始不让人家在堂食了，就是不能在餐厅里头用餐，对，都要打包带回家了。对，所以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全面禁止这样的一个堂食，然后效果在哪里？这个也是因为要减少公众在公共场所的聚集和接触，好像说要去巴萨
这样去巴沙买菜后呢，就要立刻回家。我们是劝请我们的国人呢，最好呢是避免在周末或者是人潮多的时候去购买食物。是到巴沙超市这些去哦，现在新的条例也是，就一定要戴口罩啊。如果去这些地方买东西，对，因为可能有很多老人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戴口罩，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距离，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传播的方式哈。如果他们从最根本的了解的话，怎么样传播到这个病毒的话，他们就会接受距离跟这个戴口罩这样的一个行为，尤其是热龄人士，对，因为他们风险，他们是高风险群嘛。对，其实我们是真的疼惜你们哦。如果乐龄的朋友在看的话，所以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这些措施嘛，好像刚刚部长所说的，包括呢，如果真的是需要购买一些日用品的话，或者是买菜啊什么，让家里的人代劳，不要去巴沙了，因为怕人多。系啊，各位大哥大姐，希望你哋唔好出门啦。真係有需要的話咧，你哋而家就請屋企嘅人或者親戚啊，或者隔離鄰舍啊，後生啲人咧幫你哋買嘢。因為咧每一次你哋出去嘅話咧，就有嗰個風險。點解咧？點解而家新加坡要戴啲人要戴口罩就可以出去咧？因為我哋太靠近嘅話，啲病毒就好容易傳俾我哋啦。咁老人家你哋嘅抵抗力比較低啲啦，所以你哋咧最好就係留喺屋企啦。有咩事請人哋幫你嘅手。其實說到這一點哦，當然我們說，我們現在也就是說。孩子啊，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再去探望父母嘛。这一阻断措施的这个期间，虽然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想念孙子啊，好想念，很想见，但是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不恰当。现在可以帮助他们看，通过 Skype 还是 WhatsApp。我妈妈真的是学会了 FaceTime。我妈妈每一天打了两三通 FaceTime 跟我聊天，有时候我真的很忙很忙，她就放在那边，我把它放在桌上，我在煮饭啊什么，她就在那边看我煮，就在旁边，为什么你没有放这个，因为你没在意这个要怎么煮啊，就这样子教我。所以这样的一种经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对，以后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对对对，这个过后我看联络更密切，从 WhatsApp FaceTime 也是可以。是、yeah.好不好？我们请许部长，可能这时候可以对所有的这观众朋友跟他们讲一下这个重要性，他们要怎么样的配合，让我们大家都过得比较好。新加坡现在正是处于对抗这个冠状病毒的关键时刻，所以我们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而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啊，才可以减少控制这个。冠状病毒的传播是，这个资讯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接收很多资讯来传给大家。我们的这很多的政府部门其实呢都非常关注到底要提出怎么样的一个措施，让整个疫情能够更好的控制下来嘛。包括刚刚部长说你要到哪里去都好，现在我们还有 spaceout.gov.sg， 让大家去查看呢哪里人多哪里人少，然后呢尽量不要走到人群里头，这些都是大家在努力的一些方式。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要记得防疫抗疫呢人人都有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我们的一份力。谢谢部长，谢谢，谢谢您，谢谢。即日起，不论外出前往什么地方，公众都必须佩戴口罩，以避免病毒的传播。没有佩戴口罩就是违反阻断措施，将被罚款或控上法庭。在此，希望国人积极配合阻断措施的条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健康那些事，饮食这件事。其实呢，在这个非常时期嘛，为了要阻止我们的这新冠病毒呢继续的蔓延，那很多呢非必要的商店呢都会暂停营业。可是吃方面你不用担心 ，OK？ 因为呢，我们的餐饮业者还是会继续给大家提供美食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记得一定要打包带走回家吃，不能够堂食哦。不过在打包的时候呢，要带自己的饭盒去打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好啦，那现在要教大家怎么做营养餐了。今天我们请来了 Chef 耀翔。嗨，大家好。 Chef， 今天你要教大家煮什么？今天我们会做的就是糙米沙煲鸡饭。来，那我们首先呢腌制那个鸡肉。今天我们用的是干绑鸡，他们比较健康，就是他没有这样多脂肪，所以我们先跟它调味，我们放一点黑酱油，
点点的生抽，然后有蚝油，麻油，给它香，然后胡椒粉，现在我放一点点太白粉。太白粉有它的作用是吗？其实太白粉你加进去的话，它就会那个肉质就会比较滑，哦，没有这样柴。那放多一点跟放少一点有没有作用？腌的时候不要放太多，或者你煎的时候它就会很黏。哦，因为我们不要它黏，只是要它滑而已。我们腌制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材料其实有干辣椒、有大葱、有姜、有黑木耳。黑木耳，哎，感觉听起来好像很补啊。其实黑木耳是很健康，它有 vitamin K， 可以防止心脏丢痰。哦，对，阻塞，阻塞。所以阿公阿妈要留意哦，如果呢你不要心脏哦，就是我们的血管这些啦，好像我们的 chef 讲的丢痰，记得你要用的就是黑木耳。对对对，来，我们先用麻油来爆香。其实麻油可以帮小孩子润肠排便会比较疏通一点，是解除那个便秘的问题。对对，那大人可以吗？拿一罐吧。大人就是，其实麻油也是有一种主菜，我很喜欢用麻油，它比较香也是啦。对，我们就先爆香那个姜片跟大葱。麻油如果爆得太热的话，会不会变质或者会变味道？它就变质，像你所说的、变质的那个，所以味道可能也会有改变嘛。对，会有改变，不可以太烧。你看现在我都没有用太大火，妈，你闻到那个特别的香味，很香，我很喜欢。对，我最喜欢麻油的味道。然后我们放一点这个干辣椒，干辣椒就会给它香味了。但是你麻油用的不多啊。就是不要放太多，现在都是比较健康。然后放黑木耳。其实我很好奇，如果你刚才这样一提到的话，那白木耳、黑木耳它的很大的差别是在哪里？黑木耳其实就是拿来炒，白木耳就是拿来煮汤多一点，跟煮甜品。啊、你这个木耳比较小片，我有看过那种很大片的木耳，那种是 fresh 的，新鲜的，是哦，对，不是蒸泡的，这个是蒸泡的。所以现在加水，对，给它焖制。其实我们刚才这样加了水之后嘛，大概要焖煮多久呢？差不多就15到20分钟，但是有时这些肉你这样盖煮，就这样煮法的话，有时会很柴很硬。煮肉有什么贴士吗？就是煮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肉质没有这么硬？所以我们刚才就已经放了一点点太白粉，这个就会有一点点帮助啦。所以其实煮胸肉的话呢，你煎它的话，它会没有这样柴。哦，是啊。所以你就可以控制那个 temperature 很重要。然后你看我们的鸡饭，怎样煮鸡饭，他们是丢进那个烧水里面，热水里面关了那个火，是慢慢很轻的去煮它，微煮，你不可以用大火去煮，是，对，口感就不一样。那煮久把肉煮久的话，也会让它软点吗？把肉煮久的话，就是那个腿肉的那边，你煮久它就会更软。哦，对，有分别，有分别，有分别。其实这些都应该学起来了，尤其是现在哦，大家呢都待在家里多嘛，所以每个人都变厨师啊，所以这些都应该知道啊。对对对对对。好，上菜之前我们就把那个 broccoli 加进去。焖一下，好，可以上锅了。好，哇，其实这样炒出来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对，因为感觉上哇，好像很可口。好，我们来试一下。试试看。因为我喜欢那个鸡肉，因为鸡肉真的很嫩。原来放那个太白粉是吗？对，真的有帮助，有点不一样啊。嗯，然后吃了呢，不觉得很内疚感，因为是炒米饭。对，所以呢，在家里的话呢，就要试一试，煮来吃一吃了。OK， 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拜拜。筑起防疫之墙，人人有责。现在就下载 Trace Together 手机应用程序，加入追踪接触者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携手对抗疫情。